没有人亲人，主啊，你要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你来预备一个对方，主啊，你来预备一个好的地方，给这个我水深啊，大大不信。我相信主啊，你所讲的，当我们求你就给我们，当我们叩门你就开门，我们这个主我要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个教会在发生活水教会，我相信不是主啊，是你给我们这个教会活水教会，有圣灵的旨意，主啊，我们就感谢救主耶稣嘞，你给我们有力出力，有金钱出金钱。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要想到，我们祈祷天家才是永远的。主啊，你要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主啊，我们就是来到爱同心合一祷告。主耶稣，我们就看。感谢你，主耶稣，你给我们师母，主啊，你纪念我们师母。主耶稣，我的师母去到哪里？哪里带着我水？我相信主啊，他不是去玩，他是为着神灵。主耶稣，你给他们去到哪里？主啊。哪里就记住啊，这个师母的口来为他传福音，来为他为神的传美好的福音。主耶稣，无论去到哪里，哪里就复兴起来。你的水，主啊，你的活水流去哪里，哪里就大大复兴起来。主耶稣，你这个师母，主啊，身体有健康有喜乐，每一天心欢喜灵快乐。主耶稣，你派天使天父保守师母。主耶稣，我们就感谢你。主耶稣，师母主啊，你赐予给他四个宝贝，但是主啊，你祝福他的四个这宝贝。主啊，你赐给他聪明智慧。主耶稣，神啊，他小小就摆上卫生的工作，求主耶稣你纪念牧师是个孩子。主耶稣，无论他去到哪里，主啊，你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无论他把牧师是否不在，神啊，有主你同在。主耶稣，我相信主啊，你听祷告的主，我们这是要感谢你。主耶稣，今晚我们手拉手一起来为这四川，主耶稣这个土地来祷告。主啊，神啊，你知道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现在同心合一为那个祷告。主啊，你知道那边主耶稣，神啊，他们主耶稣，你知道他们家庭，主耶稣他们痛苦，但是主啊，神啊，求主耶稣你来，你来在那边的土地做奇妙的工作，圣灵大大在那边做奇妙的工作。主耶稣，我相信神啊，主啊，你已经听了全世界的人为他祷告。主耶稣，我们只有为他祷告，我们只有靠主耶稣。神啊，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要摇动你的手，要摇动神你的大人的手，来在那个土地做奇妙的工作，来祈求那个四分的灵魂。主耶稣，我相信主啊，神啊，他们当主啊，我知道，但是主啊，他们伤心。主耶稣，现在主啊，你做奇妙的工作，开他们眼睛，开他们心来认识主你。主耶稣，我们在世界，主耶稣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主耶稣给他们知道，我们仰望有真我与我的神。主耶稣，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主耶稣，你来在那个土地，来主耶稣复兴那个教会。主耶稣，你给那边的教会，主耶稣牧师弟兄姐妹，他们有爱来爱他们。
主啊，我们就感谢你，主耶稣你在那边，主耶稣神啊，给那边的教会现在就这样的事情，主耶稣来亲近那个侍奉的灵魂来跪向主你，主耶稣我相信主啊，你是听祷告的主，主耶稣我们就感谢你，主耶稣为着星期天图书馆门口，主耶稣我们要出去为神的工作，但是主啊，我们主啊，你创造天地万物都是主你创造的，主耶稣天气是你创造的，主耶稣啊，我们要交托给神你，求主耶稣你给那天，主耶稣无论在哪一个教会的门，他们是你的孩子的，他们要出来出来为神的摆上，主耶稣求主耶稣你带领他们，主耶稣我相信主啊，你是听祷告的主，给他们还没有信主来感动他们，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们有神同在，我们有主的爱，主耶稣心欢喜灵快乐，那天在那边，主耶稣你给我们天气好，我们就是来感动人，带领他们，主耶稣来归向主你，给他们知道我们主啊，这个世界没有别个神，主耶稣神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给那天的时间，主耶稣你给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同工预备好的地，好的主啊，怎么样预备神啊，你赐给他们有聪明智慧，主耶稣来跟牧师配搭，我们要走出去走出去，主耶稣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去普天下，善美好的种子，主耶稣来，主啊，有一天我们要见证你的面，我们不要空手去，主耶稣你给我们，主耶稣不论年轻的不论老的，主耶稣老的在家里祷告，年轻的人要出来，主耶稣我相信主啊，你圣灵大大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每一个家庭，主耶稣神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赞美我们的主，主啊你是基督啊，你是听祷告的主，你圣灵今晚大大充满在这个教会，主耶稣每一个人来到的得到神你的充满，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主，为着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以每一个家庭的，主耶稣你所讲的一个人得救全家蒙福，主耶稣还没有信主的，主耶稣求主耶稣你圣灵大大充工，主耶稣给我们，主啊你来的日子要尽了，你叫我们要警醒，你叫我们要祷告，就会说为家里的祷告，来带领家里的每一个来归向主你，就会说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今天等一下我们每一个要回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就会说你派天使天君保守我们，就会说主啊给礼拜天，就会说礼拜天主啊是来敬畏神你的，主耶稣你给我们，主耶稣每一个人礼拜天两个钟头一定要来到这个教会来敬畏神你，求主耶稣你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身体健康，主耶稣我们就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用主导我们来做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荣你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到永远，阿们。好，感谢主，感谢主。好，那个我们再耽误一两分钟哈，袁姐妹，你来为我们读诗篇四十六篇。开灯了。开灯。嗯，这不要吹，就不要吹熄。然后呢，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手拿一支康乃馨，好不好？来，然后请袁姐妹为我们读诗篇四十六篇。来，大家来拿康乃馨。我们好像要预备点白花，自己拿纸叠点白花也可以。说起来是，都没关系了，其实。我们就读诗篇四十六篇，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哈。啊，袁姐妹来为我们读四十六篇，大声宣告啊！结果一读。诗篇四十六篇。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过来这边，地随改变，大家过来围着袁姐妹，山随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随澎湃翻腾，山随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卷轴很好看，对对，有一道河，分两盘，分两盘。这河的分叉使海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再往上一点，再挤一点，你们再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对了对了。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好，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那个弟兄，你过来。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门。阿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门。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阿门。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感谢主，求神在我们里面赐下属天的平安。这怎么还要不要摆回去啊？不要了，差不多了，需要摆自己做。我们从黄金啊，不是，我明天马上下星期就做好了，我就说教会的明天啊。行，我要不然我就给你留个电话号码，记得手机号码。直接拨把号就记上了，917。313。333538。333538。断 DUAN 陈弟兄，那盘你拿走了，我电脑里有存档，这盘你拿走了。给我啊，哎，不是，那盘刚放的那盘，再给他昨天的话在店里面给两万块。我们这样，我们要现在发给你，现在有空白信封吗？你有空白信封吗？你是我弟弟，那你把自己在这里吧。不是的，因为我的。这碟我是说给陈开明嘛。我马上明天就做出来。对，晚上给他。嗯。那没关系，明天我就。那个。如果方便的话。给我，要找你，把那边给你打。好。那个。一对一。这个歌词不是我。再观察一下。那你就做一天。正好，正好，正好。我来晚了，但是我等我太太。吃饭。那我等我太太呢。心机女就是一样的。你家过来，啊，他们回来，我来了还没回来，我弟都是年轻人，我们那都是的，我们那个星期天，啊，可以接触车的话，我们有时间的话，我在这里上班，他是我们公司的，很久，知道吧？很久。吹不可以吗？这个刚才找的纸杯子一扣，他说肯定没有，那纸杯子要扣，我一个礼拜不能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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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怎么改嘛？没有办法。今天讲业务的事情。没有投影，没有投影。看看如果能够好一点的话，好吧，好吧。哦，小恩，我准备的。小恩啊，对啊。多起，多长到多起。郭美娇过来了，郭美娇呢？明天七点半。哦，对了，郭美娇牧师要来，礼拜五六日三天，在新生命。新生命，新生命，明天开始啊？明天吗？明天开始，明天开始，明天开始。他讲的很好。六十八，接着往前走。一至十八，七点多起。一至十八，拜拜，拜拜，接着。我走吧，明天。就礼拜天，就礼拜天啊，因为没有准备，准备，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充分，对。那你还是你一定要。哦，我会来。啊，你一定打电话，我可以。这个等下会提醒的，对对。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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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不是抛开，我这是芦苇的。也叫 MTV 嘛，好，谢谢谢谢，加上歌词就卡拉 OK， 好，好吧，我有那个Microsoft， 我真，你们全家信主了，其实很简单，但是需要耐心弄，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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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小心就全没了。哦，总的一个人在做，他们想出来，可能有几百个。哦，应该记下来。那你就。不止，明天你去吗？换装，八个七人在大你有你有啊？你有气啊？你没有？那我们大一点，见面吧，好吗？他在七点半吧。但你要看在碟上，有七人在，看在碟上的窄窄的一圈。在你有七人在汶川？在那个转角的七人在哪？因为我们下回的朋友都认识，这儿比较豪宅，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去的？这个主持人来的叫谁登记啊？这个保谁登记这个？不是你自己写的？自己写，放一块钱怎么放？装一块钱，换张明信片。OK， 拿个信封装嘛，拿个信封装。大陆还有一本十五首的精选，雅歌精选。嗯。我想给你拿一盘，这样拿到大陆。开始的时候，我说礼拜天你主要是你介绍的，就说你自己八个亲人叫我们穿啊，我会穿，因为你最感同身受。礼拜天的十点半开始，都是一点半结束。瘙痒真的是，如果有事情可以说来一会儿。你去过汶川吗？对不对？怎么样你都知道，他整块整块山呐，打靶河都填满。住在哪里？他山有那个河流啊，山全部挡他把整个河流都填满。我在220街，熊猫卧龙。现在熊猫还没不知道如何来教会了，会住在家里啊。想的怎么样啊？过来一起。不了了之啊，明天。你是跟他们讲啊，跟他们约的吧？不不，到底明天几点啊？哦，没有，现在礼拜天。他还没有定好。就礼拜天，还是礼拜天。他好像是我们学校这个情况是一个好我看看如果可以帮我们联络一下来就是那边附近的教会好什么都江堰啊什么教会的话帮我们联络看看好不好谢谢你好不是天津是唐山唐山离很近对好再见200里100多公里我那年六十多块钱就七六年如果能够你先写好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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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坐火车你还没等吃个盒饭就快到了哎呦还不会那么大这次更大哇这可是我们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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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多。